欢迎回家。九月份思愿报及服饰表已经出炉，崇拜后可到招待处索取。星期日下午三时正在陆家市有 YG 少年团，本周的题目是等哪座好，欢迎所有的上岸人一同出席。而五点半在圣殿有教会诗班练习，以便宣教主日时呈现，鼓励各安灵团契及教会的弟兄姐妹们有约出席参加。号外号外，今年圣座营有季才牧师和新希望詹李春夫妇与小六生们分享 AI 人工智能和性教育。另外三天两夜的营费只需40令吉，只要召集三个小六生一同报名就可享有此优惠价钱，若是单独报名则是一人50令吉哦。还在等什么？赶快邀请临时的孩子们参加吧。下主日五点正有信外 @WWJD 行动，鼓励 WWJD 新兵小组组长组员1313爱心天使及弟兄姐妹们一同行动。而下主日是圣餐主日，请弟兄姐妹们预备心领受圣餐。而圣餐主日崇拜后，教会将设有爱宴招待弟兄姐妹，盼望弟兄姐妹可留下来一同交流彼此联系。